师杨华疯狂一夜怀孕，养母狂喜，将千万房产送给秦师。秦师和杨华自从同居后，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，不过这段感情并未受到周围人的认可，尤其是杨华的母亲，她对此十分不看好。养母认为秦师年纪大，再加上他雷厉风行的性格，担心儿子招架不住秦师，以后会在婚姻里受委屈，于是三番几次出手棒打鸳鸯，但都被秦师一一化解了。最新预告中，秦师假结婚的事情曝光，再加上两人对彼此有好感，于是假戏真做去领结婚证。当天晚上，两人再也控制不住情感，直接捅破了窗户纸。不久后，秦师一发击中怀孕了，不得不休假在家里养胎。此时的杨华也承担起丈夫和爸爸的重担，开始努力炒股赚钱养家。而养母看到儿子的改变十分开心，不仅承认了秦师这个儿媳，还直接大手一挥将千万房产送给秦师。杨华当场傻眼了，原来自己家里这么有钱。对此你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评论。